台湾戏曲学院将于11月7号到12月27号推出湖光山色艺术季，精选寒月、二虎村、神采飞扬、台湾琴等八出节目，将带来19场精彩演出。学生演员在台上架势十足，原来是获得廖琼芝和朱露豪两位国宝级大师的亲身指导。短短的时间，他们有这种成绩，真的算不错了。他当然是可以再深入一点，但是这个时间的问题这样子。其实我很多年都在做跨界，不管是电视、电影以及舞台剧，基本上我不太教戏，所以这一次回来以后呢，我就发现，我具有这个责任，因为京剧毕竟现在来说是比较弱势的。台湾戏曲学院副校长陈孟亮表示，这系列艺术季还会走入社区，在每周四下午安排户外演出，而在木栅校区演艺中心演出的节目，则开放民众在演出前一个月免费上网索票。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、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。